哦，什么都好吃。秀慧，嗯，像那个婆婆一样，包水饺啊。他儿子以前不是在那个党部嘛，他有时候带水饺去，他们同事都说好好吃，叫他妈妈包着嘛。那个婆婆她很会，我很骨力煮呢。我感觉伊应该足够煮的。哦，他去年哈，我看他媳妇好像都没在煮哈，要吃他的。前年呢、哦，他们除夕夜哈、哦，摆了一个大桌子，60多的大桌子，坐得满满的，然后摆了一桌满满的菜，然后把它拍照起来。我说王太太那个是干什么？你讲陪我煮的菜啊。哦，你做过来煮的，我看人煮安尼哦，这好。他很勤劳。嗯。老安呢？伊蛮老安呢。那不要了，那就好了。又为什么新的就开始？刘百斯那个新的铁丝，对啊，真的、啊。为什么新的就开始六片？你是讲六片还是六？对啊，六毛吗？我买新的也是哎、欸。是吗？嗯。是刚买没多久而已。哦，你看那个又掉了，那个是去干嘛？你自己先。不是一直掉吗？可以跟他换吗？对啊。他真的只画油灯跟那个。老师啊，其他我袂晓画，变丑。其他已经关了。没有。对啊。我老师就把。我就知道你要讲安尼。就把偷工减料。哈。技术变袂歹，移花接木。哈哈哈。等下开搞个大礼家就好啊。哎。嗯。诶，这种代志都刚我也要做，那老师来了，新生都还没来吗？有错。哎，老师，那这岛你站去的，那个医院啊，对，医院站。哇。也是啊，站去医院啊，喂啊。你在仁爱院区哦。我等下喂啊，等，我再跟你报告嘛，跟的温叶老师做报告。最高啊，这个。我跟。阿妹也是买。阿妹也是买。不是。我对你有信心啊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跟你标准呢？不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对你有信心。你看你的感觉，我耳骨烂你啊！人全看一个，全讲安尼，这个老师要教。哎、我发现那个联合医院的院区好像都可以申请展览呢。真的、啊？对啊。对啊，那里很多画呢。对啊，因为我妈前阵子都去那个人，中信院区那边嘛。哎呀、啊，中心院区啊，就是在那个忠孝国中嘛，对面那个。王老师，你做核心的哈，那石榴那个商标哥啊，哥来画的哈。那就不爱画。你们可以不要画啦，其实没关系啦，那个不画是 OK。挑灯那个小心的，老师你过不过？你澄清一下是过还是挑灯的？其实我是刁工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是心经营啊，小恩，小恩。
是头脑啊，老师头脑啊。那是搞怎么起来？是破的。我给狮子了，我本来想讲要给客人来狮子嘛。其实现在狮子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对、啊，现在狮子、嗯、一斤80块。哎、啊，为什么还那么贵？那么贵吗？这么大一个啊，那个漂亮的、啊，不是已经那个了吗？都算个的、欸。那时候比较小颗是4颗100，现在1颗40块。嗯，几两的啦？不多点呗，再多点。哎、欸，现在不是应该比较便宜了吗？没有，现在才好吃。不是啊，不是已经快要那个了吗？可是现在这个好吃。是吗？我以为快要那个了，快要过期。哇，我今天的微微王，我今天王，是英国之王。王老师，啊，我这张的微微王，这张，我们下两个礼拜都下，哎、欸，下个礼拜三跟礼拜五都是画这一张。对啊。就是下个礼拜就我们就把这张解决掉、哦嗯、然后接下来我们画一张风景，所以你们可以准备风景照片。盖子的颜色跟那个木盆子的颜色怎么差不多？对，太像了哈、嗯。老师等一下就会拿分的。没啊，我没拿分。真的、哦？我不会给他分出来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就不分。我觉得后面整个你可以用渲染的模式一直渲一直渲，把它融在一起。边缘哦，不需要去画得太过于清楚，没有关系。我也是一样哦，就是说你。当你很湿的时候，你要在里面做一些深的时候，记得水分就不要再过多，然后稍微干一点点。那、啊、你可以稍微沾一下，把水去掉，然后去做一些边缘，画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，它自然就会晕开。你这样画东西起来速度就会还蛮快的。带一点那个绿色的进去，你在画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它是原来的，例如说后面是那个那个什么 SM 盘子，对，那个盘子是木头色，你就是木头色一直从头用到尾，你可以到下面的时候可以让它稍微一点偏绿色，偏一点绿色就转到那个转到那个哈密瓜，对对，哈密瓜和那个部分，对对对，谢谢谢，我要拿一个指挥棒哦，你帮我指一下，对对对，这里，对对对，你稍微让你偏点绿色哦，它色调上就会有一些变化，因为你如果从头都是用咖啡色从头到尾哦，那其实变化性会太少。哦，你们现在要多注意一下颜色上面的变化，让它再更丰富一点点。好，这样细微上面像这些颜色上面的变化，你们要更注意哦。可怕、啊，可不可怕？无风自动啊！不，我那伴奏，灵异事件。是你自己也新的吗？嗯，自己新的。啊，你皮都换掉？没有啊，就买两只，就是之前这只有那只坏掉了，所以就又多买了一只。这只坏掉了。对啊，就一直掉毛啊。然后老师的病呢？对啊，就之前就一直掉毛，一直掉毛，就想说先买一只来先替着用。好，要越靠近亮的这个、哦、稍微暗一点点哦。这比我头毛较隐，较过油。
用你的头毛来夹嘛？这样我想不通，那个美国人他们也不会很吃吗？啊，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的石榴？他们怎么会吃呢？这个是美国种的吗？这个是美国种的吗？对啊。榨汁吧。对，他们可能都拿来榨汁。这个很贵哦，我不知道呢，这不是我买的。不是你五十的，还好吧？点个六十。